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师。那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的铃铛，然后记得追踪 IG 跟 FB。那我们今天继续玩我们剑与远征，然后继续探索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玩啊。凯旋风牌，哦，今天还不能开。月桂酒店，月桂酒店就是正招伙伴用的。好，我想把橘红军招出来了，为什么有点顿顿的？可以调一下那个音量大小声吗？有点小声。语言，语言可以调哦。没事。语言只是界面的文字而已。很大声的哦。好，是这样，来吧，Go！跨树挂机是什么？不配啊！我准备好了。奥曼斯好像很强哦。他跑去哪？你怎么在地上？哦，听说这几只米瑞尔、伊拉跟霍根，都一定要把它练到很高等。你好像是史诗人物，史诗人物吗？可是挂机是这样。哦，免费领取是这样。哦，懂他的意思了。好，也就是说离线的话，可以按这个去获得一些东西，这样子，应该吧？应该是这个意思啊。理论上就是打关卡嘛。那我在网站上面看到有人说，女妖这个角色有必练，然后又可以用商店还是什么东西的方式可以换到。这款游戏好像轻松啦，就是放着让他打。小品游戏，任务，主线。OK， 好，走吧，继续。OK， 好，好，先升个级好了。好，升到一定的等级数目的时候，就可以升级技能了。升级技能就要花那个紫色的魔，那个什么，紫色的粉末，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。哦，也要紫色符号，我先练到20等，好不好？那蓝色的水晶好像不太够，是水晶吗？这个好，再打一场。这个很弱，皇家卫兵蛮弱的。OK， 我们路有画面，有战斗画面就好。然后有一个东西解锁了，我们看一下哈。野外异界迷宫，支线的意思吗？第一层，
灵魂马车什么意思？选择邀请一位英雄为你探索。哦，选这个，只能选一个吗？探索是怎样？啊，他打一下就对了。上阵英雄 ，OK。All have sinned. I am the heir of ash and fire. 左上角那个是补血的吗？那刺客，那刺客吗？哦，好像刺客哦，那是刺客，僧侣之类的。然后这是干嘛的？不知道，随便选一个吧。第25秒，好，选一个 ，OK， 选这个。哦，懂他意思了，反正就是靠一些角色，然后帮我们打关卡就对了。懂。来，一个就是。同三格的话，只能跳一格嘛，然后跳完那一格，其他两格都不见。OK， 大概是懂了。Let's do it。然后我们最终目标就是到底拿到那个宝箱。哦，好简单啊。还行还行，己方剩余生命率造成伤害越高，仅在第三层地狱难度中提升。那这个温泉干嘛的 ？OK， 还是要前往啊。OK， 打这个。所以血是会不会补回来的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敌方每击杀这个回人速度增加 25%， 可以叠加。选这个，有分什么御医啊那些，我还不知道是干嘛的。好，没事。我刚刚看我的那个录音片，为什么有些东西会没有显示出来？打哪一个呢？这个好了，打我刚20等哦。小心点好不好？我们走左边这个19等，我才20等，是有点危险啊。橘右京，我们先选橘右京。神秘主义者是什么？温泉，要快到了 啊！ BOSS， 21人。我想想要换谁啊？奥特曼吗？OK， 就这样。不会是橘右京？哇，橘右京蛮强的。哇，好强哦！啊，晕眩。还不错哎。选这个，耶！拿到了20了，
哦，他可以一直往前打就对了。那如果打输了呢？打输会怎样吗？哦，血不会回复哦，哎，真的不会回复哎。哦，那就麻烦了。好，再来看吧。我被绑住了。了解。防御力，亡灵军团英雄缩减，每秒恢复30秒能量。大家看得出来我是乱选的吧？随便打一个。一上场就放大绝。啊，闪避！哎，我可以中途离开这个模式吗？应该可以吧？选这个好了，可以吗？也可以随时离开、欸，太棒了！好，我们先进玩一下主线，好不好？刚才玩那个异界迷宫，异界迷宫可以跳出来再继续，跳出来主线剧情这边再回去玩。好，先把主线破完。啊，橘右京真的是蛮强的，刚刚试玩了一下。我刚好拿到一个东西，我看一下，要怎么开那个宝箱啊？我的宝箱呢？宝贝包，这个干嘛的？又随机召唤一个哦 ，OK， 半小时，这个的，那我要选哪一个比较好？我来看看哦。好，决定了，我们换女妖。女妖上红之后，大家都说很强，很好用。好，换女妖吧。不练白不练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分享是不是？好，没办法分享，现在没办法分享。那我觉得好钝哦，越来越钝了。怎么钝呢？好啦，反正差不多了，12点了，应该没人看了。有开一点直播，让大家知道我还活着就好了。灵魂石，随机？为什么是随机啊？好，随便，先按再说。是谁啦？你谁啦？你强不强啊？当然，这很强吗？啊，是这样。啊，这集到这边啦。好，希望频道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 IG 跟 FB。谢谢大家，记得收看，拜拜。